因这王冠没爆发带走会死，欸，其实也可以直接带走。水没消到啊，时间不够多啊，我就没办法啊，转不到啊。你消这个。哎，靠！我补血不一定会把他打死啊，我如果场面上没按住的话，就不一定会把就可以不用把他打死啊。还是我等一下直接转，直接转也是可以啊。只是我只要失误我就死了。叠满了吗？叠了七四。直接拼了！哇，你真的当我每回合都可以手短八 combo 是不是？我是没办法啊，我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，各位观众，我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，这样子，好，你看一下。这样子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靠北这边还是要？哎，他打多少？我看一下，7026，7026，等一回合。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打死，不如我们直接打死吧。有了，有了。哎、欸，三张卡打7000万，有没有看过？三卡打7000万，7000万，有没有？工商吕洞宾。蛮猛的吧，不要说什么双子很强啊，也是要倍率够高啊，不然你用个洛达对待双子也不可能打7000万啊，单三张卡也不可能打7000万啊，对不对？吕洞宾的倍率还是很高的啊，比吕布还高啊，然后双队长的技能又比吕布实用，对不对？